这个台湾哦，这么美味，你看我们在行驶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是，行，就是他，这他也没无相布施，他也不说名字哦，真的非常感恩啊、在台湾最美了人心，所有的和平其实就是这么温暖哦。我们都是地球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们也期盼呢，阿弥陀佛，阿爸父呢亲自来帮助这么优秀的家人哦。那这是我们在台湾台东行脚台湾的第五天，那里面当中呢啊，这是全台最大的美食外送平台，他们都是无私的奉献哦，对，非常感恩。那你帮他送那个哈，你们刚刚送给他的，对，嘿，这个有刚刚送给你吗？对，今天防辐射才对，这个是非常棒的，因为刚一直说要特别给他。希望阿爸父亲自来帮助他，来，你的身体要健康，来，帮他带起来。你的名字给我来，对，我这个是，对，对，你跟他讲好了。他是谁？谢谢你们，来，我们特别也希望说，待会呢，要不要过去一起来用餐？对，我们大概，对对对对，吃饱工。大概你可以9点，如果要用餐的时候就9点，对，可以过去，然后早一点可以去内餐。重点是我想说，给你调整一下你的身体，好吗？对，因为你有好的健康的身体，像你的心这么美，那我希望说让你真的，因为健康，甚至我们你看哦，我处理过真正的这两个都是这样子坐着就回家了。对，一个是43岁，一个年纪比较大，大60几，男中，一个是女中啊。所以呢，我是看到你的这份心，像我个人以前看到人家这样子，我会觉得不舍，生病。那、啊、你现在的这份心，刚好我们也在行脚台湾，那你记得是台东，你说一遍永明佛寺，哎，明峰佛寺，你说一遍台东明峰佛寺，对，那你过来，对，过来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在龙过脉，在出路，出路路也没有，对。Hey, 你反正在他们两个的中间，对，你他说是300几号，348，344.5，哦，344.5，台九线344.5，对，欢迎你，那、啊、你 Google 都看得到，对，那你就过来，你就说，哎，师傅，我们在行脚台湾的时候，还记得八大咖啡吗？我说我知道，对，就过来，好啊，我们用餐一天吃一餐，其实一天吃一餐对你也很大的帮助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。我们的血液很特别，我们身体它不会长肿瘤，也不会有癌症，它是因为我们饮食当中呢，哈，就是迷走神经，没有将这个血液通关，所以我们的白血球呢，一直没有办法提升到成为一个免疫系统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对，弟弟，你是叫什么名字？杨俊辉啊，俊辉啊、哦，杨对不对啊、哦？难怪信仰的跟我们这边都会非常有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祖先哈、哦，这个啊、杨家的历代的灵，对，所以我希望说你有空的话，将自己的身体调整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会透过行脚，还有透过在拜佛的当中，啊，让我们这个带脉要拉开，要不然你的胰岛的头跟尾都在受损中。哎，对，要不好把握哈、哦。所以是杨家伟是不是？没有，杨俊辉。哪个俊？吏部的俊。哦，吏部的俊，哎，功臣的那个俊吏，傲世之心哈、哦，俊。对，吏部的郡，有吗？一个，对对对，郡公还是？哎，对，郡公，辉是光辉的辉，啊，手部的辉，挥洒自如这个辉，啊，挥手吗？杨俊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因为你们以后我们要挥手。啊，对，很棒，是，也希望呢，今日呢，我们在行脚当中就是实践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实践者，都是真正的来地球经验的旅行者。那也希望透过呢，阿爸父的爱，我们说的阿爸父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嘿，就是黑暗出来之后，亮光就出现的这位，好。感恩弥陀佛，您看到啊、哦，这是我们今日行脚台湾第五天，处处温暖，处处温馨，也感恩呢、哦，我们透过这个叫做 Uber， 啊，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 Upanda 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这么无私，也都能够呢，带来在每一处的。温暖，所以呢，波罗提木叉叫做处处解脱，也感恩有佛法有办法，也期盼我们今日呢能够回向给所有的法界众生，皆能够回到安乐国。